证书一寄，女士，你是否愿意嫁给石燕先生为妻？石燕先生，你是否愿意成为郑书意女士的丈夫？无论生老病死、贫穷富贵，都与彼此相伴不离，永远忠诚，永远体贴，永远尊敬、呵护对方吗？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第一次遇见你是第八届新闻颁奖典礼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石太太。